来捕捉一下美美的大家，今天也穿上我们 Run for Queen 的主题球衣，来一起跟大家分享，带来我们这一次就在舞台正前方富邦金矿的摊位。好，帮我看左手边，左手边，左手边看一下，右手边，右手边，右手边看一下，照顾一下大家的镜头，帮我们捕捉一下美美的照片。好，谢谢 Angels， 先来稍后片刻休息一下，先来休息。中间摄影师，好，看我们手机这边，来四位看这边，好，看中间的粉丝朋友，中间的粉丝朋友，有我们的市民朋友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呢进行的是我们富邦金矿所举办 Run for Queen 的舞台活动，来左手边帮我看一下。那活动也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也很开心今天带着 Angels 一起来跟大家陪伴。好，右手边也照顾一下。那也跟大家说，我们 Angels 有非常重要的活动，如果有喜欢他们的朋友，或是今天认识被他们吸引的，1月18、19，在我们新北市红会广场 New Zep New Taipei 我们的表演空间，会有我们富邦 Angels 7年成军以来最棒、最大型的演唱会，也是我们啦啦队界第一支所举办演唱会的啦啦队，希望大家可以他们多多支持。再一次掌声谢谢维新、安娜、Tiffany、Jesse， 谢�6:30。再提醒大家，待会6:30还有我们精彩的点灯秀哦，下次见，圣诞快乐。